的多了一个他。哎呀呀呀呀呀呀，走进我们原来平静的家。哎呀呀呀呀呀呀，哦，说着我们不懂的话。哎呀呀呀呀呀呀，就是不会叫爸爸妈妈。欢迎收看灵魂塔。哎，到了派瑞哥的时间了。是的，每天我们三个人镶在里面。什么镶在里面？框在里面。我的样子还比较好看，只是你手在那边就好了。你的样子呢？你的样子就像娃娃鱼。不是啊，因为那个门太短了，是配合。哎呦，哎呦，蔡桃这个泡这边，这个样子很像那个蜥蜴。豆丁。蜥蜴。豆丁有蜥蜴啊。豆丁。豆丁。鳄鱼啊。就像斗丁正在啊，就像也不是蜥蜴的壁虎，像壁虎正在爬墙壁的时候，你看那个样子。啊，那共同不会听了。好，我们今天请到一位美女来到我们。哎呦，美女来碰到蜥蜴跟斗丁，一起来欢迎黄雅妮。哎，亲爱的主持人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好。外面下大雨吗？这不是，这不是雨衣啊，是这不能防，这不能防，我们叫防子。哇，里面是透明的。哎呦，动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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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大了，里面还有好几只。安妮哦，不敢，我太狼的门边遮光光。最近又再度吃饭了。是的。那另一半呢？早就演戏演个半天了。对。安妮有没有演戏？没有哎。没演。对呀。那你要判？一集九百，你怎么你乱出价钱？人家什么行情？人家说一集九百，我们公司一集450，超过就没有了。你不要光唱歌嘛，尤其有光玩演戏。对啊，像现在邝明杰他演的真的很不错。对，那你也又漂亮啊。对啊，不演就不菜。唱歌好哎，好玩。嗯，现在出唱片了是吧？是啊，就来考他唱歌。哎，考他唱歌，对啊，对的。我们昨天是我们这个叫对位，不是对位歌，是开位歌。开位歌，就唱一些比较平常听不到。拿一些数字来开位。哎，昨天是1到5，那今天就要从今天要出的是6到10。六到十，哎，好，你出什么？6嘛，从6开始。从6开始。6大孙子。6。讲话，你讲话。我不讲话，你讲啊！每一集我都不讲话，我在电话旁每一集都不讲。他是只有300块，所以他不讲话。我哪有300块？两集根本就250，三集300。那不要讲话，少来这一套了。报纸随便让你切一斤多。好，我们六就从6月末立好了。哎呦，哎，那么老的歌你怎么会？台语，台语，你今年贵庚呢？18。哎呦，好，我们来听听6月末立。好。梦里真正香，大时的我想当梦，雨花也着有人伴，无管爱呀，伊都气死人。唱得好，刚好唱他自己的心事一个。无管安呐，无管爱啦。人个是人个应该属实安尼嘛，是不是安尼嘛？啊，身边无你话你都气死人，伊讲伊连身边都变大只，无管气死人，哎，伊的管都在变大。现在男孩子都比较理想有抱负嘛，我们应该让他们去完成他们的理想。骂他。怎么会丢下我一个人？我是打他，直接用打的，把他打跑。会不会回来？你管，你管。说你也是啊，关你屁事。哎，你怎么那么粗鲁啊？我哪有？我说他形象不健康。我帮你讲话。不会，我身体很健康。好，换你们了，换你们了。6有啦，真的不七嘞？真的不是在他美国吗？七啦，七是什么？7月要到美国去。好，七。七我忘了好我介绍你没有啦不会啦七托人因何你那把过是不是你的心情大就会找你不安好了
干嘛？也可以吧，也算是丑郎，同音就可以了。哎、yeah. 欸，不过我觉得你声音好像沈文成哎、欸。要学他啊？那你唱沈文成的心思下来。心思那么公子来。白卡给他唱心思下来再。心思那么公子来。诸葛亮讲心思不能再。这个心思，这是模仿单元。好啊，继续就是八啦。八是谁啊？八当然是三八啊，不，八大是形象最好的。他这个叫做从来不讲话，就一语惊人。OK 了，我来唱个八八八个娃娃，记不记得？好早的歌了，你看吧。我问大姐几岁啦，她说刚好一十八。问她可曾配亲家，她说还没有做爸爸。你干嘛？你干嘛学我？你干嘛学我？你家那是我的唱法。他那个是装饰音、啊。那个装饰音。她我问大姐，她说。我、哦、好厉害！她说真音跟假音。那是你是呢？你还装不出来这种声音？泪哦，有泪的。我不是以前跟你们讲过，我是唱古拉西古的。古拉西古。九条好万来，九，古拉西古来。用古拉西古的、啊。九条好汉在一般，送他九档，送他九档，看看六十六汉，看看六十六汉。这个古拉西古有办法唱到不知不觉啊？用功都不尴尬。我太投入了。投资啊，投入了，你们，我也真的应该好好跟我学一下。酒不只有这首歌，还有酒，哦，九个太阳，九个太阳，还有酒，酒还有什么？九乘法，乱讲，十啦，十五十公啊，这第一公吃荤本行。第二公弄九小冬，我想你进不了。第三公，第一公弄九小冬，结婚不要第三公诶，这样不行，这我不会唱。诶，这么诶，拔脚去教公。诶，第四公爱人来 KB 公。那个 KB 公，单家公同公，不要老，我们唱大家都会唱啊。有吗？有啊，那个。什么印第安人那个？哦，小时候唱的歌嘛，十个印第安人。好，我们试试看。好，叶杰啊，老小孩。一个两个三个印第安，四个五个六个印第安，七个八个九个印第安，十个十个印第安，十个小小印第安人。最后一句，十个什么？十个小小印第安人，你怎么可能考倒我嘛？对啦，从头上一遍，十个，从头，时间太长，快，你一个人唱，来，乐队不用，要来，各位朋友，预备，起来，大师傅盖起来，我来，我狼狈心肠啊，我来，我们父亲，好笑的节目。太多了，大家起来欣赏，笑淡乾隆。到底怎样了？一起来欣赏，笑淡乾隆。不要理他，你两个叫魔术鬼啦！我感觉会看没。爸爸妈妈
老练滚滚。紫禁城嘉年华会，今天又有哪些巨星前来为乾隆皇祝寿呢？好戏又登场喽！来，节目继续为你介绍一位多才多艺的左安安小姐。Around a golden sun, we are a million children rolled into one. So when I hear about the hole in the sky,叫什么名字啊？左安安。左安安，名字跟我念啊，左安安。嗯，爸爸来的来头不小，爸爸，爸爸是左宗棠。啊？爸爸是爸爸的朋友，爸爸就是左宏元。那江高西左。爸爸真的是左宏元吗？是，真的是左宏元。哦，哎。你听他命苦的。还有假的左宏元。这个团子是什么玩意啊？这个是从外国来的文艺青年，我生病然后还把它从外国带过来给皇上听。怎么没事要生病呢？真无聊啊。这个了不起吗？很棒。我也会。好。哎，闪开。来来来，掌声鼓励一下。我都没有用过插电的这一种哎。插电的哦。外国来的。这种弹曲你们听听。好。你很推王上上去，好大的胆子，好，下一个啊！他以为他是多高难度的东西两次了，来想办法把它搬出去吧。好，公公请上去吧。开始耍剑。嗯，不错不错。掌声鼓励。这苏姑娘是哪个学校？华冈艺校。华冈艺校就教你们这么多吗？还有啊，这种剑术敢在朕的宫中里面来耍？民女不敢。嗯，真是的。小桂子，走，把剑给朕带来。现在，朕好久没有耍剑，耍一段剑给大家看一看。荡剑刺。剑士，上去！今天演王上，今天演王上了。下一个节目为你安排的更精彩，我们请到了黄雅迷小姐，为你来一段古扎。看到有美女就站得那么近，我看这个不够情。我看你的眼光明明不是在情这里。你弹的这曲叫做什么呢？这叫做太湖船。好棒！太湖春呐，太湖船呐，太湖船。请问你学了多久的古筝？为什么只有这几个音阶呢？我只学了两。年减掉一年八个月，四个月啊，学两个月，啊，四个月，靠，你算是真烂的。你骂皇上，皇上学四个月就要来宫中献艺啊？皇上，其实弹奏古筝哪是这样子？我来，你来，我来试试看。弹奏古筝呀，就要操谱一点点。看不出春喜有这种才艺，这是高难度，好难听的，真的是高难度的呀。小桂子啊，至于等一下带到后宫去哈。哎，怎么有个僵尸？怎么有个僵尸？他名单没有你。我在。那你来干什么？你叫我来，快点来。然后你为什么穿这样？你算哪个大臣？
我跟你我也不知道。你不知道怎么样那容易、啊、他都不知道你要来干什么。你来要干什么？以前大家来都是表演才艺哦，那你会什么才艺？弹古筝，来，弹古筝，我的手脚粗啊，对不对？弹弹看啊，预备起，你去拍了，你学懵了，你就学懵，你有什么才艺啊？才艺啊，嗯。我们小可也要比恁高啊！怎么叫比恁高？什么叫比恁高？你讲完就跳不？什么叫比恁高啊？现在这翻跟斗啊，怎样？哦，来来来来来，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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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闪开一下，好了，闪开一下，这个这这怕死，朝服往闪来怕死，然后帮你怕到后面去了，已经太掏钱了，那指标太高了。现在没有了，对了，我定对了哈，好来，哎。他老了，你不是说可以用单弦？都刚才就用单弦，刚才就单弦，没有够清楚，再来一次，再来一次的，来来。哎，对，等一下，我帮你，等一下，先不要，我帮你绑起来。好，你啥意思呢？我们等一下以前是看歌仔戏。好，还是剧校出来的，来来，掌声鼓励一下。单手侧翻，哎呀，厉害！斗鸡团是不是？所以说这个人啊不可貌相，真的，那看不出来。他在讲话的时候非常憨厚，一表演起来，哇，真的是勇猛非常。太好了，今天的节目相当的圆满。我们还有一个特别来宾，你就不介绍人家。魏晨都跑出来了。魏晨的，那你欺负人家吧？比你帅，比你高就不介绍了。我就是不介绍他，快点介绍！不要，来欢迎何祖林。皇上旗下，娘娘旗下，他不是娘娘，他是哥哥，我哥哥，也不是哥哥，丫鬟。天哪，在你后面多别。哎呀，也没穿好宫中的衣服，那你穿这样是来干什么的？来，这个跟大家跳个舞的。哎呦哎呦，表演才艺，才艺表演，你要给我们献上什么才艺啊？献上来跳舞，我们跳，老师跳什么？跳什么好？跳什么好？跑他的民族舞蹈，跑民族舞蹈，民族舞蹈，民族舞蹈。哎呀，要亮相！哎呀，蹬腿，哎呦，哎呦，哇，我的天！不要动，不要动，自己起来，不要动，自己起来，不要动，自己起来。接下来是瑜伽。哎呀，好啊！要站回来，这个苏佩一没问题，来，苏佩来试一个。预备开始，嘿，比较斯文啊，哎，要打腿呀、啊，要打腿呀、啊，片腿，片腿啊，打腿，不错，要片腿，那你的片腿呢？哎呀，哎呀，来莫大空来，我来一个就断掉腰骨，启禀皇上，真行，我来片，片。啊，骗子，骗子还可以，可以，这要过人，过腰，过腰，来一次，来一次，来过腰的腰骨这个，来一次，来，来，站起来，变腿，骗子我也可以啊，哎呀，哎呀，过腰，过腰，哎呀，下去，小心腰啊，还要走，哎，姐会来吗？年纪大了，不能伤到腰。皇上来一个，皇上来一个，不要骗腿！我这个骗腿啊，绝对骗不了人。对，不香，不行，要把他拉高。哎，不错，没打过。赢了。好，过鱼，过鱼。我过鱼，龙，徐家龙变摸鱼了。徐家龙来骗腿。来，徐家好。来，徐哥，预备，起。哎呀！哦。哎呀，鳄鱼呢？还有呢，陈磊来一个，陈磊来一个，
他最简单了，变变高。哎，没错，太厉害。哦，先骗腿了，骗腿了，先骗腿了。骗腿哦。预备，好，哎呦，哎，预备，摸鱼，摸鱼，摸鱼哦，你在摸鱼啊？摸哪呀？摸虾算了，你是真的。你都叫别人表演，你这么主管官，你有什么才艺啊？我当然有才艺啦！今天大家那么快乐嘛，对，所以大家要跟着我跳一个现在最流行的街舞。街舞，街舞，好，来来 ，5, 6, 7, 8。哎呦，来，走。含金莲，红杏出墙，恶名千里传。乾隆皇汉春喜又如何替武大郎出气呢？这一场戏可要让您拍案叫绝。没办法，老郭跟某些人说，这个角色啊实在太嫉妒了。小姑娘。